什么汁？胡萝卜汁，还不错。哦，巴斯蒂亨，尝一尝。胡萝卜我真的不行。割了美容养颜。我骗你干嘛？没有必要，没有好处。那你帮我倒一杯呗。红红火火，那是胡萝卜，那是胡萝卜。你不要去想它是什么东西，你试想是什么味道。很好喝啊，不好喝吗？赵小棠滴答币余额5币，早餐费用30币。我来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昨天晚上那50个滴答币哪儿去了？我一晚上5个。哎，妹妹，5个不是50。赵小棠持续任务时长已超30分钟，运动精神可嘉，奖励5滴答币。时间可嘉，奖励我50滴答币。哼，捅破你这层纱，但是因为我在房间，他那广播特别轻。你以为你跳段舞，他就给你50了吗？哦，我了吗？这个是自助餐对吗？哎，对，我仨儿。妹妹，我今天就把这里的米全吃掉，还有面包。妹妹，谁也不能拦我。咱不跟他一般见识。这已经这样了。谁不吃鸡蛋黄啊？我吃，蛋黄是最好吃啊。你也不喜欢吗？拿给我吃。可以了。哎，一个已经过量了，有点过量了。我很爱吃蛋黄。哎，谁把我的黄偷了？我。你吃了？嗯。我喜欢吃黄。哎。那黄瓜吗？那黄瓜吃太多了吧？行了，他已经吃俩了。应该没事吧？关别了，别，蛋黄不好消化。小唐，我这蛋壳我平时不爱吃。这我肯定不能让你吃，这吧。来点黄油。这样。30个币。30个币，你也不能把自己吃成这样吧？我给了我5块。运动一天了，回来还得练舞，练舞练得还那么好，跳得还那么美，给5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对呀、主要是很认真。过分了，是吧？我找他们算账。哇哦，这黄瓜酱上面无敌啊！不好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你这个怎么动不了？不是我重，王子也不是我重啊。这其实真的不是体重问题，你知道吧？就是，地形的问题。王子一来了，王子都闪开，都闪开。他就是一个洪水猛兽。这个地方不平，你知道吧？好感人的画面，加油加油！团队意识非常强啊！好的，加油啊，加油！Let's go！